屈永贤人物专访系列，今集请嚟街头派代表邓德德，讲下佢对占中鸠乌光复，以至初一晚发生嘅旺角暴动呢一连串社会事件嘅睇法。我哋希望就香港个社会环境稳定，我哋唔希望即系个社会咁乱，咁所以我先企出嚟去即系发声，代表翻我哋自己讲嘢，即系唔希望再话俾人被代表，但系最主要系咁样咯。我哋支持政府嘅施政，我哋唔系支持政府嘅政策。即系如果你反对派有啲真系好好嘅政策，你上得到台，我都支持你噶。即系你要令到社会运作到先啊嘛。我希望我呢个经历，亦都可以俾到一个启示，而家啲后生仔唔好再埋怨个社会。冇人会欠你嘅，你成功系靠你自己赚翻嚟嘅。2月21号早上11点 ，HKG 报独家刊出，欢迎转载 share 出去。